第一次是跟熟龄吗？你不要问那个，我想第一次这东西，我常在节目讲太多次，已经讲过了。你应该问其他的不同的问法。第二次也是跟熟龄吗？啊，不是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这样子问的。你有讲过吗？我都没有听到啊。哦，那让我来问一下。嗯，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？你是吗？从现在？对啊，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？最后一次最近吗？哇，进步呢哈，好多、哦，哇塞！对，我回答了第一次好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好了，之前被我访问过的艺人朋友们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知道你们那个心情的压力。OK 了，我们就不要停，不要出错，不要出错，好不好？如果有停机的不算哦。对啊，停机也不算，停机就照播。你看，不能讲不太气这样之类的。no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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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说我，你说我，不然是我。好了，不，我常常不小心这样子。OK， 好不好？好。你喜欢那个女生，对，她跟男朋友分手了，分手了，你会介入吗？你喜欢她哦，这个机会是最好的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刚讲清楚一点，就是她的朋友是我的好朋友吗？还是什么？不认识，那介入啊，就趁那机会进去，对不对？趁虚而入，就安慰她，然后说你可以给我肩膀靠吗？靠惨了。给他靠啊，可以啊。其实这样，其实女生还当时真的很脆弱，对，很容易男生好朋友。这个时候他就看不清楚，安慰就这时候他就好像隐形眼镜掉下来了一样，对，就把我看成木村拓哉，他就跟我在一起，对。你想太多了，我觉得你真的想太多。想太多吗？也是这一次他真的是发行了新的专辑，非常好听。你听过了吗？我听过啦，我们看 MV 啊，来唱个几句来听啊。下一个天亮，把我的偷拍，偷拍我看海的照片，还给我好吗？感觉很棒。一般被举上去都是女生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基本上是这样子。有男生吗？少吧。要的话也是可以。那你觉得他们，你的同学们可以举得起小鬼吗？当然了，你看他们都壮汉哎。可以请两位男同学进来吗？哈哈，Hello， 你还好吗？真的抬得起我来吗？抬得起来，我们抬过张克凡。我有六十几公斤。抬过张克凡，哇塞，那轻松，他算轻松了。对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快点来板子。那我要做什么？那个笔跟纸给我，快点。写一写艺术什么？不是，我才刚发新书，等一下要录我的粉丝同乐会，他现在要我举这个，请签字。我看一下他写什么，小鬼所有的赚的钱都会转给罗志祥。好。来，就是我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我不要动，然后眼睛要看正前方，不要看下面哦。小鬼，你的脚要给他们的手。哇，等一下，我的鞋子要脱吗？不用，你买金丢，关你们屁事啊！把那个假名的画修啊，站直哦，把那个假名的画修，修好修。Ready one two three。啊！安静！我们照刚刚小鬼所说的，你们手不小心滑到。你不要！不要！我好这边。你到底？他们两个人声音真的很特别，如果两个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大家一定会觉得。为什么特别？就因为其实他的声音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，对，他的声音是一个听得很舒服的感觉。那梁静茹呢？跟梁静茹呢，他的声音呢，其实呢，跟他就是如果是男生就是古巨基，女生就是梁静茹了。你知道他们两个声音是？那有哪个艺人声音不特别的？就我啊。欸、这个歌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熟。对啊，真的吗？我都会唱错啊。通常你不是都跟那个台下的那个一起唱这样子？对啊，因为他们唱女生提醒我啊。忘词就教大家唱的意思。就是啊，忘词就哈哈，就哈哈，这样子啊，哈哈，嘿，一起来，对吧？就是现场跟这不太一样啊。哎。好烦，吉他好难啊，很难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找我教你啊。哦，傻傻哈吉他，我寻思，还好哎，不是。我真的拍完
韩系以后好崇拜小狗，我是说真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画画的样子帅的，真的帅的不像画像。他画画帅，他还有更帅的样子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？就我之前跟他去那个。干嘛啦？为什么不让我讲完？什么什么都是你讲。那害羞什么？不要乱讲。没有、啊。不要乱讲啦。你算输过了吗？不要乱讲。好想听，我快点跟我讲。那我试下再跟你。你不要乱讲。好像躺在床上那一幕，不要太帅。真的、啊，哦。你不要乱讲话啦。我第一次听过那个唱的比原唱的人好了，那没有啦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小鬼真的好听这首歌，欸、真的，真的我好像他的歌哦，那首歌真的唱得好哎，好像他的歌哎，真的吗？真的，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好，你有而且你要把这首歌放在你的精选集里面。我现在都出了，来得及吗？加深一首鬼混。哎呦，怎么了啦？伤心。或者特别，比如说 rap 啊，是你啊，他啊，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。像小鬼已经关东煮，他主播口呢。对啊，我主播口哎、欸，主播口，主播口，真的，真的啊，真的啦，真的，真的嘛？不是绿茶吗？不是嘛？我是嘛？绿茶发三级了呢。是啊，是啊，所以你是主播口，主播口啊。OK 啦，我是。好啦，好，你也发了2张单曲啦。对啊。一张啦，两张、啊，两张，还有跟川、啊、我还跟卓文萱唱过合唱哎、欸，就鬼怒川跟这个不是吗？对啊，就两张、啊，两张嘛。对，接下来还有8张单曲要发哦，小鬼。8张的，我要凑10张才可以当一张专辑，期待你的出现。OK， 好不好？来，小鬼接下来表演的是好的，自然自唱。那什么，小鬼你要表演自然自唱吗？我要表演，没有啦，他们要表演啦。好好好，今天不是我，好，好不好？是我会给妹妹。嗯、第一名，因为她是你女朋友。不是不是，因为她年纪比较小，年纪小，然后敢站在这个舞台上面，算是很有勇气。真的，对，对不对，妹妹？她很难过哦，她很难过哦。你刚私底下一直叫她女朋友，你现在在台上叫她妹妹哦。她说长大嫁给我，嫁给你。我说好 ，OK。好，那给你第一名好不好？你以后长大会后悔哦。不是，不是，为什么会？因为啊，因为你以后啊，可能红到不行，可能就会去住在拉斯维加斯什么的，然后两个人就远距离恋爱，当然就不太舒服嘛。那时候要念高中，刚好要考联考嘛，对对不对？好，那要送你一个特别的小礼物，就是罗志祥身上可以让你选一样东西啊，你选这样啊？哇，吓死！大家可能乱在那边。你刚刚讲啊，那个，刚刚有罗翔一开始哦，任何身上任何一个东西，手表在这边、嗯，那个手在这边这样子、嗯，任何一个身上一个东西，再应该再一次，任何一样东西，哎，还有这个，好，在干嘛？都包着，你要跟红啊？怎么会想要在？节目上面公开徐怀钰这一段，而且玩游戏，他是说一定要讲出一个，因为另外一个游戏更惨，你知道，两姐妹，很过分了、啊，不小心的，那是你人生中你觉得比较遗憾的事吗？谁？你说谁？徐怀钰小少女吗？我是说，我不是说他，我是说你不小心承认这件事情，让大家知道的这件事情，是你比较觉得啊，早知道不承认，这样可以保护对方，也就是也不会这样子让大家。没关系啊，我觉得那个，而且在好，不管徐怀钰有没有承认哦，嗯，以前大家如果记者朋友你懂的话，你去翻以前的报纸哦，以前新闻都怎么发的我不知道，嗯，7天而已，啊，讲电话，没有出过门，连手都没有牵到。可当时年少轻狂的我，哎，在一起，哎，啊。可是你现在年纪来讲，你正好在一起啊。那时候算心里有想说，应该算是在一起，所以我会在那个时候承认。嗯、但是如果你今天问我别人的话呢，你可能问我一些 M 啊、S 啊、谁谁谁谁谁，嗯，我可能就说神经病啊，他、嗯、朋友啊，你干嘛？对，这个表情就出现。因为你每个都这样一样的表情，对，别人分不出来到底是真什么是假。啊哈，这是你的保护色。
也有可能都是真，也有可能都是假。这不是保护色啊，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。那 J 呢 ？J， 谁都是朋友了，这我都是。可只有 J 你说是朋友，但是 M 跟不是是你说。都是好朋友，那、你可以都说啊，都好朋友啊，都好朋友。为什么只有 J 你是说？我刚刚想回到正经的，是不跟你讲话了嘛？都是好朋友，都好朋友，都是好朋友。我不喜欢把恋情跟我的工作是合在一起的。朋友，你工作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你可以跟朋友诉苦，你可以骂脏话，你可以摆臭脸，你可以乱骂乱讲乱讲。但是如果你跳过朋友这个关系，你直接跟女朋友讲的话，女朋友说你干嘛把气带回来啊？嗯。今天我们站在这边干嘛看你摆臭脸啊？嗯，讨厌的。然后女生就在那边念念，男生不讲话，干嘛不讲话？不要那么吵了，干嘛？凶我啦？你以前不会这样。对，嗯。但是我不想要跳过那个关系。但是如果你在跟朋友关系讲完了之后，你回到家，哎，可能好了。嗯。那女朋友可能就没事。你最近有摆臭脸给别人看吗？什么意思？最近有迁怒把以前外面不好的情绪带回家？我家我一个人住啊，我一个人住啊。嗯、现在感情的状况是。哇，哎、欸，蛮厉害的呢！哈，现在我也去，我刚才有点吓到，是，你要问什么问题啊？转，我第一次还要想一下，哎，我现在一个人住啊，你一个人住嘛？对，因为我当然知道，可是我总不能就是啊，对啊，他现在是单身这样，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啊，但还是一个人。接下来这一趴呢，我相信这个你知道，哎、应该算是90年代哈，接下来非常红的一个人，哎呦，这个人呢，唱跳级的，哎呦。那你怎么会选择这首歌曲？怎么？因为唱跳要唱跳的这个王者啊，很少，少数。尤其是这首歌曲呢，风格独特，风格独特。然后呢，唱出来又压迹全台。哎呦，哇！你要唱的歌是？要唱的这首歌是蔡依林的《倒带》。我觉得他没有问题，是你自己出了问题。我出了什么问题？我出了什么问题？你刚刚讲的，感觉好像在讲，讲的有点无聊，白痴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都以为这么，没有，好，是我不对的时候。对嘛？你再重新介绍一次。可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已经说好了，这个叫天后怕。我本身也是女生。哦，那时候我不对。再一次，秒的，一。二，然后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没有，不是这种，就是你要这样，因为有人说你单脚莫属闭眼睛，它是会变得很不平衡的，因为很慢，很慢。那你要算好那个时间，你不信的话，你试试看。准备，你要说开始啊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们来看第一则新闻哈，然后可爱的朱尚秀拍 MV， 后面的傻子，来看第一则新闻。太棒了！哎，这样好了，就你知道吗？直接这样面对他这样唱，有点尴尬，吓掉，有点尴尬。我们来一段就是演戏，演戏、哦、好不好？倒一下，倒一下，倒一下。比方说，他，嗯，冲进来，你怎么变得紧张啊？还没想好、啊，他冲进来，很慌张的感觉。哦，好，他冲进来，那你受伤了，你为了要帮他挡一颗炸弹。推开他，哎，砰就炸掉啊！这样啊，外卡，我受伤，我还要唱歌给他听。你要死啦、啊！应该是快要走的那个，应该听他唱歌。你可以唱歌给我听吗？唱完之后我走，是这样子吧？我想说，因为刚好照片在那里。爱开玩笑，开玩笑的啦！你少来，因为。你只会在那想啊，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三，你怎么那么小只啊？在他旁边，哎，也不用这样子。爱情是不用迁就的。上面有穿衣服就穿这件，但是没有裤子的。里面是啊，没有裤子，那是怎样？哦，这件衣服呢，它本来的设计很特别，对，它就类似这样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圈圈，哇！可是我不知道他那个圈圈给我干嘛。我说，哎，尿尿啊，我找不到裤子。然后我们就公司就打给那个 Nicola， 然后开始 mail， 我就说为什么他裤子没有？他说，哦，
他的表达说他希望就是可以打造一个男生的不同的性感的，对，然后就变成我站这样，那个圈圈就是会有我在。那圈圈大概在哪？爱的圈圈。那你东跨的时候会不会有点晃？啊，你的手跟着你的手晃。